有六老师，讲娃娃大学毕业。那它的规则就是按这个一下，然后它就可以动了。嗯，然后平常啊，大家应该就是这样子，瞄准一个有没有按下去，就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打不中，它就会滑滑的。弹开，对。对，然后刚刚六告诉我一个超级厉害的诀窍，然后哦，他说这一个这种机台的啊，通常都有这个机关，它的机关呢就是这样子，下去，嘿。你看这样子，就是有稍微夹，对对对，就是你按两次，它会夹紧。对对对，可是要有那个口子，要有，对，你要看准时机，对对对，都可以按两次的。对对对，应该大家都知道了，就是这个这种机台可能按一次是下去嘛，按第二次它就是关起来。嗯嗯嗯，但是像这种娃娃机呢，如果你没有按第二次的话呢，它会弹开，所以你要按两次夹中的几率比较高。哦哦 ，OK， 这样子啊，有，超厉害的，就整个这就可以夹上来，对。所以大家要抓紧机会哦，三次只能三次，希望大家可以夹到一颗。好，下去，会。有，厉害，耶、yeah ！哇，好漂亮。有没有人三次夹到三个呢？直播一下吧。我们待会就要准备出场了。今天的 news 是这个，噔噔，好可爱，穿那个很像欧大哥大。你还有穿那个整个感想怎么样？原本就一样可爱，但是 news 就在日本流行的这种运动，对对对，可以穿着棉被，穿着棉被，对，然后是出这种水手服版本，开始了，用吧。動画で人とつながれて、みんなが笑顔になって、毎日楽しみに待って、それが生きがいなんだ。実際やってはいないけど。気がする動画見て元気になりました。その一言がモチベーション。僕らはいつも二人だけじゃない、カメラの向こうにはみんながいる。365日緊張喜びちゃわわデート、いつもみんな一緒だから、君も一人じゃない、みんなといるから、伝わるアニメで見た日常を友達。
ていくのも楽しみ。みんなといるから頑張れる。一人じゃないから頑張れる。みんなの言葉が原動力。励まし合う言葉が就是。